大家好，我是 Shirley Wayne 周永圈，是这个全球女性联盟 G100 Global Network 的香港代表。在这里跟大家讲声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虽然一月已经过七日了，而且全球事实上是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，我们想不想见到都好， Omicron 对我们所有全世界很多的 city 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里 G100 的全球女性代表呢，想跟大家讲一声，记住加油。最重要呢就是boost 到提升到自己的能量啦，还有这个状态。在这个情况下呢，不单止我们的身体免疫力会高了啦，我们那个回弹力会高了啦，而且我们会对我们将来所有的挑战呢都会有一个决心和一个信心，你可以迎刃而解，在所有危里面找到机。在接下来的 G100 香港区呢，我就会推出两个不同组合的一些活动，一个呢会用音乐来提升大家的能量、这个情绪和这个免疫力的。第二个呢就其实是一个吸引力法则一些 workshop， 带大家去到一个可以用到自己的吸引力来到去解决很多问题，或者是迎接新的机会、新的机缘的。那我们很期待到时见到你。 In the meantime， 记住了，只要有决心和信念，没有东西是难到你的。 OK， Happy New Year again， 新年快乐。